心甘情愿，伊出自咱的感恩的心发出来。所以奉献是受邀请，咱要奉献，咱要献身，献身是受邀请。咱回应这个上帝邀请，回应上帝呼召，家己起来做。即款的平平，咱就把钱摕出来，把咱的献身摕出来。唔过对迄奉献的心来，是一种甘心乐意的，是一种欢喜的。对律法规定的是一种义务的，是尽我的责任的，这是无同款的这个态度。所以基督徒虽然讲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不断的鼓舞咱家己，都爱实践听，都爱实践听。总是约翰的这个所在是咧甲咱讲，咱要安怎实践听？咱实践听是毋是出自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见证来实践听？还是咱实践听是不过因为有这个命令的要求，我勉强？还是讲我不得不，我尽义务，把这个听实践出来。在咱逐日咧甲人做伙生活，在咱四周围咧甲人三角接触的中间，咱常常伫这个态度上，必须要去做这款的决定。有当时啊，咱讲啊，听到倒一个朋友、倒一个兄弟姊妹咧艰苦，要来甲探访。有当时啊，咱去探访是出于真关心，出于欢喜感觉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去探访是出于勉强，出于讲我无尽这个责任袂使。啊，我做中职啊，我做这個小股长、做所务，也无做袂使。虽然讲平平是去探访，迄、那个心意吼，表现伫咱后来这個关心的值。所以咱通想讲，我人拢有教，这人有教吼，甲我对心底安怎用出来做服侍，迄个心吼，迄、那个心意影响真大。我相信你会探访我吼，也感受会到，啊，也感受会到。啊，咱对上帝的听是啥物？对人的听是啥物？约翰咧甲咱讲的是讲，咱要安怎样把这个基督教信仰内底这真重要的这听心这个物件，甲伊换做见证，唔通换做律法，这是头一个。在做上来做见证的时阵，伊就是一个记号，也是一个记号。但这款的记号，透过邀请，透过甘心乐意，透过这做温度的见证，把这个听实践出来，这个听，对咱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来讲，也是甲上帝相合的。这是讲，因为上帝是听。上帝是听，所以咱若是真正踮伫听内底，咱就踮伫上帝内底。所以咱拄仔所读即个啊《约翰一书》第四章十六节的所在，底下就是甲咱讲到讲，上帝本质就是听。迄、那个有听的人踮伫上帝内底，上帝也踮伫伊内底。咱基督徒伫咱的这个信仰内底咧追求的是讲，咱要安怎会当甲上帝相合的？和上帝踮伫咱的中间，咱的祈祷，也是我们讲伫咱的生命、伫咱的生活中间，有上帝甲咱相合的。所以，咱若详细甲想讲，咱要安怎样和上帝甲咱相合的？咱敢讲伫厝内底有摆一个特别的空间，讲啊，这个所在是上帝踮伫这个所在，上帝就甲咱相合的。还是讲伫咱的壁顶有吊一个讲，这上帝做咱家庭的主，上帝就甲咱相合的。这个记号。当然，拢是咧甲咱讲，爱提醒咱讲，咱要有上帝踮伫咱的中间，爱上帝甲咱相合。唔过，咱变作去体验、经验，就讲啊，上帝实在甲咱相合滴。这个现代中文的混合，咱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这个翻译。如果咱读的这个金句是这个台语版哈，台语的翻译。啊，台语的翻译是咧讲有听哈，就踮伫上帝，上帝也踮伫你内。总是这个现代中文的本来翻译吼，这个十六十这个所在是啥物事？讲上帝伫听，迄、那个有听的吼，有听伫伊的生命内底啊，就有上，就有上，就迄、那个人就是有上帝的生命，那上帝也踮伫伊的生命内底。所以这个上帝甲咱三个大这个意思，唔是咧讲一个空间，讲上帝有伫我的身躯边无？唔是咧讲一个空间，讲这上帝有伫我面头前。这上帝甲咱三个大意思，照这个现代中文伊本来翻译吼，是咧甲咱讲到讲，咱的生命有甲上帝的生命计较，咱的生命有甲上帝的生命三个合一。所以甲上帝三个合一，就是讲咱的生命踮伫上帝的主宰内底，上帝生命的本质
上帝生命的这个质素进入咱的生命内底，让咱的生命改变。这个生命若是改变的时阵吼，咱才开始经验到平安啦。咱的心有平安无平安，咱的生活有喜乐无喜乐吼，尽在伫咱这个生命的这个质素。所以上帝跟我伫个上帝来，家徛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内底咧艰苦嘛是咧艰苦咧。所以上帝来徛伫我的身躯边，是讲上帝的生命进入咱的生命内底，让咱的生命经验到更新变化。生命更新变化，咱就平安嘛。平安是上帝点伫咱内底，上帝跟咱是合的。上帝那是讲上帝是疼啊，上帝是疼，上帝本质是疼的。所以咱即马来讲，那上帝生命点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是讲让咱的生命会当更新变化，变作一个有疼的生命。这个疼的生命是根据上帝的疼，上帝的疼。是一个新款的疼，上帝的疼就是一个道成肉体，上帝将伊家己透过这耶稣基督的道成肉体，上帝的疼就是一个牺牲家己来拯救别人的疼。透过耶稣基督，上帝家把伊家己本身表露出来，就是伊疼世间人，甚至欢喜踮十字架顶悬来为着世间人死。这就是圣经内底咧讲的，咱讲这阿加贝，白白舍己的疼，上帝的疼是一个白白付出的疼。这个白白付出的疼，唔是一个计算的疼。这个白白付出的疼，对上帝来讲就是一个有创造力的疼。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含糊的讲，耶稣就是道哈，是这个上帝咧创造世界的时阵，道就三角比例，道甲这个上帝创造三角比例。所以这个道吼，耶稣基督就是疼的化身。这个疼的化身就是在创造这个世界，疼就是创造咱，疼是创造咱。啊，这是在咱的这个生活经验的中间吼，咱在经验讲，咱安怎样让人成长？一个家庭安怎让咱的世界成长？透过疼，父母的疼，